你看是，就就拢无的，哦，那是你，我收藏，你的收藏，我是看一般咱来讲哈，妈祖庙，我就跟他妈祖，啊，三太子，啊，搁迄个乾隆殿神农历，嗯嗯嗯，啊，那去迄个佛寺吼，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嘛，大势至菩萨，药师佛菩萨嘛，嗯嗯。 我发现说今天来你们好像开公庙的嘞，什么拢有，有神又有佛呢。嗯，嘿，问一下嫂子啊，黄秋你为什么会选择？因为观音菩萨，我觉得他哈好像就慈悲，哎，很慈悲，哎，对。啊，你是伫虾米所在买？伊个是宫主买哩？没有，这个是世贸展览的时候去买的。哦，是在展览会场买的。展览会场买的。啊，当初你是要偌济？你敢有甲台价？嗯。 应该刚刚袂当抬，世贸会展袂当抬价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我拢唔知啦。你问李老师，多指教啊，拜托常常来。我拢唔捌得出价咧。伊唔免我派人去抬价，叫老师去，叫李老师。老师，你们在定价的时候，一定有预留杀价空间。难免啦，哈。一般是老差不多。其实这样说啦，就是哈，首先第一个，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哈，就是说。 看那个，因为定价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我们讲到这个珠宝哈，这跟别的商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珠宝的定价第一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成本定价法，就是我成本拿来，我打算赚30%、50%，我要吃饭嘛，一定要的，成本定价法。第二种叫市场定价法，它可能是长辈留下来的，我开珠宝店，那可能是我在20年前、十几年前买的。 那现在的啊，关在卖多少钱？那我现在有成本很低，那我就要跟他比对，叫成本定价，就是市场定价法。第三种叫价值定价法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哈，对我来讲心灵很有感应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想出让。但是假如说真的客人能够出到相当程度的价格，或者说它真的很特殊，那我认为它值多少钱，我就要求那个钱。 公开报听无啦，反正我们就是老师讲话，伊讲话的啦。所以哈，在市面上，所以咱若去买时阵，咱是爱对偌济开始抬啦。对，我这样跟各位说，假如你看到东西喜欢的话哈，我认为比较健康的方法哈，应该是这样子啦哈，就说你去逛两圈，跟他类似的东西，你多看几样，问价钱，然后问一问啦哈，哦，你心里就有个谱了。是。哦，不，哦，这件一开十万，啊，赶快类似的人开五万。 啊，我也可以两万六，大约赚哦，那应该是五六万。哦，那你想要呢？那我也要五六万跟他买。我说我认为我的理想价五万可以买得到。那你从3万开始杀。啊，3万杀，然后当然有些啊收益嘛，就是。自己亏10万对3万开心。你现在在看什么？假设。啊，那你还，所以我主播点，明天才能卡点会给你哦。因为我们就我们要知道货比三家不吃亏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就大约知道说，我行情到五六万，那我们就往上加。他只要感受出来你有在加价，他知道你会买。 啊，从3万开始杀，但是在网上加。你一定要有一个表示说你愿意买，你有那个兴趣。比如你比方说3万，那不要我照。那如果要有对吧？那就没意思，对吧？这你真的喜欢，那假如说你可有可无，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。3万，啊，其实是蛮是想要买五万。啊，对，慢慢加，慢慢加，这个差不多五万。这是个技巧啦，这个这个都会的。这个哈，这是在阮李老师安尼里头，对不对？李老师没话在。李老师所讲的哈，6万8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市场的。 规矩啦啊！但是到我店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后面要讲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市场已经改变了。嗯，你有访问到直播主嘛？对不对？嗯。直播主是不是第一件，就是有合理化，1分钟结束，然后20万成交，那一个的话3、40万嘞，20万成交，这第一个是抓老给啊，抓老。可是他的这个直播上面的话，你看那些粉丝有多少人，对不对？ 是，他后面的卖便宜的，卖便宜的才是赚钱货了。嗯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你如果到那个这种展场里面去逛的时候，好，你一定要好好货比三家，不吃亏。是。可是呢，你会碰到一个情形，很多人，哎，我看你贵妇，你的身家背景有钱，我第一个就赔给你，你以后还会来跟我买。嗯，哦，慢慢的。 做珠宝生意都是要做10年，拢是做孤等哎，所以第一件是结缘的啦，啊，往后的才是慢慢的赚回来。好，这个是6万8买的，阿里拢无抬给吗？哈，无抬。好，给李老师看一下。
这一件他特别喜欢玉哈，是，对啊，好喜欢，而且我发现嫂子很喜欢三彩，对，那这件可惜就是他稍微带灰色底，嗯，不过他很厚装，很厚，好，然后他的工是非常好的，嗯，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一个价钱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请见价，100,000元，哦，拜拜，拜拜，那我要让各位看一下他工到底有多好，我是个人非常非常欣赏的，嗯，来，我照了一个照片让各位看一下。这观音的这个面相，你看它非常非常的庄严，你看它哈，这个眼睛啊、眉毛啊、鼻子啊很挺，这五官这里很干净，所以说这件这个观音呢哈，它是做的在工艺的方面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啊，它食材它也是不错了，还不错，很厚实，很厚实。但是它这是什么种啊？是冰糯种啊，冰糯种很厚哦，是颜色稍微差一些些哦。假如说哈，这整件。都有后面这一坨比较稍微绿的这一坨、整件都这样哈，哇，打雷狗了，知道吗？打雷啊，会白阿伯嘞，还有，还要更绿才有，还是不错啦，是高贝啊啦。